的董事张伟，还有我们吉纳进哈，安的蔡雄港哈，虽然这个苏主委哈无法到来，但是哈，这个东昌奶茶一个兄弟嘛，啊，真正是哈，欢迎的。化工哈，被叫你转角哈，正话搞大家来搞关节哈。阿哥啊，我们大高雄，我们商圈的所有的这个创会总会长，还有我们的理事长，阿哥阿们在场想就要哈。我们今天的商营的阿们沈经理，你也帮我想想多些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先阿爷来，商营挺高雄啊，现在这里非常好，我们支持台湾配，支持台湾配，好好的使用，我们就可以。这个防疫当中就可以不要常常用到我们的这些零钱，还有这些纸钞，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张莹。然后想表扬是安的张莹哈，安的今天安的雄港哈，今天代表出来，他在把这些回馈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团体哈，我刚刚是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达到五碳级经济发展，我们就可以多多回馈给我们需要的一个团体。我想这是不管蓝绿，大家都是一致的一个方向，让我们的商圈可以赚更多。让我们的经济可以更好，然后当然最重要的，当我们有余力的时候呢，一点把安家好，哎，当奉献安的心力，我不要安帮助的团队，我想这是当然一贯的一个目标哈。今天我们看到将邱少平议员、若翠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彩珍的候选人，我们都会一致的来协助哈。然后谢谢张莹，然后我们谢谢我们的中少商圈，我们也谢谢我们大高雄，我们这个商，我们这个观光的这个所谓总会高小林哈，打开啦，不要跟着打开。各位来宾，恭喜大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议员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，议员三位议员要不要也来跟大家说几句话？好，我们欢迎。